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环境之中，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有很多被忽略的孩童？今天的 event 就比较特别了，我们是一年举办一次，叫做 Make a Wish， 就是让孩子们呢能许下最想要的愿望，然后我们帮他达成这个心愿。通常在佳节快来临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些团体联系我们，狮子会是其中的一个团体，告诉我们会给孩子圣诞礼物。我觉得这个构思是非常好的。前面四年我们有去过，第一年呢，我们是去 Legoland， 就是带孩子们去 Legoland 玩，然后呢第二年呢去那个 The Brow City 的 Frontica， 然后过后呢去 Capital City 带他们去那边玩耍。到去年呢，我们是在这个 R&F Mall 去玩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开心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是儿童院嘛，不是很多机会出去玩的。他们有的出去玩的时候啊，他们就很开心，而且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然后我们会可能会去玩，然后就他们就有会买礼物给我们，小朋友都很开心啊。在 before 我们筹备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件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 wish list 交给他们写出来，他们心中最想要的是什么。这个活动发起的时候的最大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环境之中，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有很多孩童被忽略的孩童，那么在这个佳节的时候，他们会更加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什么？也许对我们来说，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容易得到，但是这些孩童们就有些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坚持五年来做这个活动，就是这样吗？开心，因为可以收到自己喜欢的礼物。我每天都在算，像十四号的时候，很像到十八号还有四天，然后三天、两天、一天，就特别兴奋哦。狮子会呢，它是一个志愿团体啦。比方说，他来参加了我们的项目活动之后，有心要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们才会受邀加入狮子会。对于 Lion Club 非常的感激他们啊，让小孩子得到这些帮助。我很感谢狮子会，让孩子有这么快乐的一天，让他们得到他们心中所想要的礼物。